觉得我对你做的哪件事情会想让你放弃我这个朋友？我没对你做什么事情。有，哎，太多了。不爱惜自己，年轻人要珍惜自己的身体，不爱惜身体，不爱惜生命。因为篮球一直是我的梦想，就是跟他说，我说这次参加这个超级企鹅，我想拿 MVP。张哲瀚，然后挺好的。出道八年来做的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？最后悔的是在我腿伤还没有完全好的时候选择去拍戏。现在恢复好点了吗？现在都挺好的，然后在慢慢康复当中，可能还需要半年的时间吧，然后才能够完全复原。我这么累，我好累啊，真的是没办法。现在对我来说，往往我去完成我的工作以后，我就没有精力再去做别的事情。就也是受伤了以后呢，就不能从事剧烈运动，就可能要放下一个就是执念，然后去寻找另外一个出口这样的。然后当时就选择了高尔夫这样运动，我觉得身边有朋友在玩，就觉得还挺适合现在的自己。我受了腿伤，我不能打篮球了，我很痛苦，我放弃了我曾经最爱最喜欢的东西。但是我有一天我遇到了高尔夫，他让我觉得如果没有受伤，可能我就不会去接触高尔夫。这世界上有很多很多角度，你要学会去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，你就会找到答案。在腿没有受伤之前打球最凶，明明不是出生的问题，现在一身伤病，所以我现在特别养生。打球一小时热身得半小时，打完球还得拉伸半小时。小球老师，你最贵是练什么呀？康复的地方，我的膝盖做手术了，所以他实在慢慢练的牙要不然蹲不下去也蹲不下去。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一个不会说轻易放弃的，一定是就是现实包括我的身体告诉我不可以，也是真的不可以。再这么下去只会说让自己更状态的更差。就打到底是你是打篮球，你是打篮球怎么说的上啊？我是打篮球就是十人带过来哇。哇，那么夸张啊！是不是你身体里的确有钉子啊？又有钉子，有钉子，我的膝盖里面有钉子。哦，几颗？四颗，几颗？好像四颗，三颗，不知道，好像三颗吧。所以就是它会隐隐的只会给你带来一些疼痛，就想到了这种，会有联想。偶尔会不太舒服。在无数夜深人静的夜晚。我依旧在想他。头不头，神明大人，我可否跟你做个约定？什么约定？我们俩是一家的。刚才是碰到你了，是吧？这份喜爱来的有一些突然啊，因为之前的人生不是这么过的嘛。选个高点，蹲着有点累。以前也没人体谅，没人体谅的时候觉得自己过得挺好，没什么问题。有人体谅的时候觉得自己是怎么了？上就全部是胭脂碎，红颜碎。
全是太宽容，说来说散嘲讽，我不太懂偏怂恿，你对是否是我欠你太沉重，我的誓言从来不退，三世有恨你后了多惭愧，终于他会走的有时满坠，他不怕的人仍在骚动，被谁的人恨就有恃无恐，泪水的谎容易受伤的梦，我在手中全部是一纸碎，有眼色空。我们把这个采访完再放。我待会儿就学你这个，我待会儿就学你这个。我们最后跳，快快把采访采完。表面。是否说爱都太过沉重，那份誓言从来不退，烧尽我恨，血腥缠绕心扉，终于领会终于有始无终，最心的理由也在骚动。好伤心，泪水的欢容易受伤的吻，我在伤痛全都是